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他不会。不是的，不是你的错。我知道是我的错。之前遇到的绑架和现在遇到的事情，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他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 是我的错，可是诗雅，特别不是错，我们仅仅是特别。辛巴，我知道是我的错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在一起，或者我听你的劝，我们没有和好。 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。担心的人是我，承担后果的人却是他。可是他早就想好了。 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，虽然我输了，
但我输得心服口服，因为我是输给了他这样一个人，因为我是输给了一个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人。虽然他和我比起来还差我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我知道他能让你开心。大夫，我们尽全力了，但是因为伤得太重，伤者还在昏迷当中，我们会先送到重症监护室，可能撑不过一周，请家属做好心理准备。之后已经三天了，你睡了三天了，医生说你现在也只能这样撑着，最多只有四天。我真的好难过，我把房间弄乱了，你起来骂我呀！我说话你不理我，我叫你你也不回应，理理我好吗？你理理我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你就这样离开我，我好像可以理解崔俊和，因为如果是我爱的人就这样死去，我也会不择手段的把他救回来。说我们的家族基因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是永生期的基因，所以我们有很强的治愈能力，我跟你又是高阶的吸血鬼，所以你能救彤彤，崔俊赫才需要我救他的恋人，对不对？你别胡说。崔俊赫说我可以让人起死复生，不是吗？所以你才救了彤彤，不是吗？是，叔叔是救了彤彤，可自从那次以后，他生病了很久，你是知道的。因为这个方法风险非常大，不止施救的人，连被救的那个人也有很大的死亡风险。可是辛巴，只要他现在是以每小时、每分钟的生命活着，我不可能不救他。不是江之浩的关系，而是这个方法会让你陷入沉睡，再也醒不过来。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怎么能告诉你这个？爸，我求求你，我做您的乖女儿，您说什么我就听什么。当时我求求你救救他，我还有很多话没跟他说，很多话没跟他讲，我要告诉他，认识他。我真的很幸运，跟他的每一分每一秒有多珍贵，谢谢他跟我说话，谢谢他陪伴我，谢谢他说爱我。
其实我幸福极了，爸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的看着他死。我知道，或许我们再也不能相见，我只希望他能。我怎么会告诉你？我好不容易才守住你。是呀，你听我说，你如果想救那个人，就要把你的能量分给他，那样不知道你会不会死掉。我不会去冒那个险。让他去吧。反正我们也改变不了诗雅的想法。如果江正浩真的死在这里，我想他的人生和幸福两个字也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去吧，也许还有一丝希望。毕竟你是李诗雅。志浩，一直以来我都是为了活着而出没，今天第一次为了救人而拉起你的手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爱不只是索取，给予会让人更加幸福。之后哪怕是10年20年，只要等我醒过来，只要我能再醒过来，即便我们只是擦肩而过，我也要告诉你，我爱你。真美好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瞬间，那时候的空气、微风，还有我们难忘的心情，志浩，你都替我珍藏着吧，你做得到，是吧？我很幸福，到现在，我都很幸福。
是啊，还没有醒过来吗？那你为什么这次这么冷静啊？因为这是诗雅选择的路，我也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我想明白了，诗雅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，她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但是因为这个被改变的人生，我不能浪费掉，所以我去个地方。怎么，现在换你来嘲笑我了吗？我是来劝你放下的。程美优已经死了，折磨你的不是程美优，是你的内疚。你已经失去一个程美优了，别因为他把你的人生过成这副样子。我想他如果还活着，一定会觉得你很窝囊吧。过去只是过去，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是。不要再浪费自己的人生了，因为没有伤害到诗雅，再加上吸血鬼种族，考虑到你在人类社会中的关系，所以量刑少。出去之后找兰溪姐治疗吧，诗雅因为疼痛的事也在那边治疗过，所以忘记了。我走过和你一样艰难的路，所以不要浪费自己。开什么玩笑？那知浩先生这一部口碑和销量都非常好的《触不可及》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？书中关于吸血鬼的描写非常的有趣，女主角也特别可爱，两个人的爱情故事非常凄美，每天都在被大家热烈的讨论呢。我的灵感源于和喜欢人的一次触碰。我之前是一个洁癖症患者，所以我不会在这个场合出现，更不可能在这样的场合说话，也更不会不戴手套就拿着话筒。但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她改变了我，也改变了她自己。喜欢一个人可以喜欢多久呢？有的人可以心动五分钟。我注意你很久了，今天终于有机会合作了。我知道你不是人类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是喜欢你。有的人是持续一个月对某个人产生兴趣，有的人能坚持半年，有的人是更长的两三年。大叔，好久不见，你心里的那块石头搬走了吗？什么石头？不好意思，你是谁？我们之前有见过吗？虽然不知道什么石头，但是这个心跳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没关系，大叔你长这么帅，我请你吃个雪糕吧。嗯，谢谢。
而我会喜欢到你不发光为止。什么时候你才会不发光呢？你在我心中像恒星，不管我走得有多远，等待了多久，经历了多少，你的温柔爱意一直都在我的头顶。只要我想你，抬起头就看见了。这本书是写给我的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走过去，轻轻地抓住了他的手，祈愿他好起来。那是我和陌生人的第一次。